always making jokes. When you're gonna get a real job? Sumi is practically a doctor. Freelance is not a real job. Your brother is getting serious with Susan. Finally, one of my children is going to make me a proud grandmother. 从来也没看见你带个男孩子回来，中学也没有，高中也没有。I am dating someone. What are you doing? 等到得买好。Huh? 我等菜。Okay. 明白就怎么改好等呀。She wants to make you a present. She says, a handsome man like you deserves a nicer shirt. That's not necessary. Thank you. My family is here as a cover story. 那个家是来这当那个掩护的。No, but I didn't do that. I'm not. I didn't make that face. Sad piglet. This is a silk robe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e dragon symbolizes a good fortune. Your generosity is overwhelming. Oh, Lou, how are we doing? 啊，他问你说怎么样 ？No, seriously. You know what?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translate. Lou and I.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说什么话。President Lou says, "Thank you for all your nothing." Hey, 怎么回事？We're done. 等一下 that was an hour? Yes, Mom. You're on the phone the whole time. What time did you start? 不是吗？正好我们家婷婷也喜欢那里，觉得我这妈妈冻得好失败。这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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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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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谁？是谁？是女儿，你看，这是水对你的另一个考验。I saw you kissing another woman, and I had to pretend nothing happened, just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hurt you. 好，慧姐。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就我们真正的见面，好像我就见过你一次，然后我也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真正面对面见面就一次，然后也还不是那种特别正式的场合。然后呢？是什么时候啊？是在什么？不是在那个亚洲电影节，就是OK， 那个 Justice for Vincent。Vincent，Yeah，Yeah，Yeah。就那个片子的时候，我对那个片子之前有过，对这个题材我有了解，然后但我不知道这个短片，我没有看到。然后当时，因为去参加那电影节也是好多短片一个一个播，然后看到这个就对对对，哎呀，很激动，很震撼。然后一回头，哎，这不就是女主一个那个妈妈吗？那个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跟你挥了一下手，然后因为也比较暗嘛，我估计你是没有见到我。对对，因为那个就是，其实那部短片的话，对我来说也是，就像你说很震撼。嗯，其中那个短片也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当时那个我不知道当时的那个电影节有没有就是演完以后有那个讨论什么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演那个就是男的那个主角吧，就是那个记者，是他自己写的，他就是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从小到大就是感受很深，所以他就到最后他就想拍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妈妈的这个角色太重要了。后来呢他就在另一个电影节上呢碰上 Elizabeth Song，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演员，他是一比较老的一个演员，就是已经在这个 business 三十多年了，
了。后来呢，这个 Lawrence 呢就碰到那个 Elizabeth 在一个电影节上，看到 Elizabeth 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这个小片子，因为是个短片嘛，然后呢就说我也没有多少钱什么的，然后呢那个 Elizabeth 一看这个剧本他就特别激动，他就说好的好的，我一定演。然后这 Lawrence 就开始准备嘛，可是呢他们是要六月份拍，Elizabeth 二月份生病，四月份的时候 Elizabeth 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生病了，你能不能接这个任务。我当时呢 Elizabeth 其实就是后来我认识她以后，她把我带进去很多那个，她在那个 voiceover 就是在那个电影配音上面都是她带我进去的。她是Elizabeth Song， 我到时候给你这个你可以查一下。后来怎么着呢，就是后来他就把他做的 research 都发给我。那我以前也不知道，因为我并不是在美国长大的嘛，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我看了一些，我就觉得特别那个难受嘛，就说是我也不敢看的太多了，因为作为一个演员如果陷进去也不行嘛。后来呢就是我就跟 Elizabeth 说，我说拍的时候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结果呢他我们是六月十号拍，他五月二十四号就去世了。所以说就说是，结果我在拍的时候，你看了电影你知道当时有那个他孩子被打得快死了的时候那个哭的那个场景。当时呢就是因为他突然去世也是一个打击，正好呢我妈也在那个一年前去世。所以说我就用了，就说当演员嘛，有的时候就是要用你的记忆啊什么，所以当时那个拍的时候连那个摄影都哭了。所以我记得拍完那就是后来拍完那个以后，我自己就说我说我不能再拍这个 drama 了，要拍喜剧片太难受了。所以就给你讲一下这个片子。但是就这片子他参加了三十多个电影节，两年内参加了三十多个电影节，基本上每个电影节都拿奖。对，就是每个都有，就是最佳短片，基本上就是最佳女主、最佳女，反正就是虽然说这个片子就说是一个短片，但是呢它的给社会带来的一个影响还有给我们参演的这些人的启发是很大的。对，我说太多了，说太多。没有没有，挺好的。我们其实就是这样聊，聊到哪个觉得有意思，我们就多聊一些，然后有一些就可以跳过去都没有问题。可以，反正你要 editing 是不是？到时候是你要发的这个 editing。我今天的话是用 Zoom， 然后就是直接用 Zoom 来录，所以的话，可以，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所以是不是？是不是？对，为什么我今天下午就试了一下，就试了很多，我也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哪些地方不太好，反正就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们在一起聊一聊嘛。对，对，我们聊到那个我们第一次见，就是其实应该是我第一次见你，你应该是黑黑的看不到我，然后我。接着我就在群里面，哎，有那个经常有见到你嘛，然后你有一个对，其实那个群是我开始那个开的那个群，是因为我是结婚生了孩子以后，我就整个就不演戏了，以前是演舞台剧，演了好多英文舞台剧。是，我是来美国三十年吧，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小的时候在毛主席宣传队演过，那最后以后就不演了。上大学那些同学都不知道我以前演过戏什么的。然后后来上完大学，那个英文专业毕业，又在中文文化研究中心学了一年的那个美国文学、美国文化、美国政治。通过那个，我来到美国，来美国上研究生嘛，就是头一个研究生上了教育学。所以我就已经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说我再能回来演戏。后来呢就是教育学硕士学位上完以后，我就到芝加哥去教书。教书的当中
中呢，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地方说，哎，要找一个说中文的演员，我就想我去试试吧，就是一个舞台剧。我去试的时候，当时他就是那个 audition 嘛，试镜，他就问我，你有没有个 monologue？ 我当时连 monologue 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monologue 是你去试镜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一到两分钟的独白嘛，像那个角色那个。我说 What is a monologue？ 然后当时他就说 ，You know, can you play a character in Chinese？ 说你能用中文表演吗？我说当然可以，我当时就即兴表演了一段。这就是我刚来美国一年，就是一年大就是研究生上了一年，一年我就把那个学分全拿下来了，两个 summer school， 然后中间的一年。那我到芝加哥教书的时候就是。毕业以后就去那儿，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就被选中了。当时吧，你知道好多那个美国的这些小剧院啊什么都，我们都是没有钱的，可是那第一个我就被付了$500。当时那个 director 就说 You're professional， 可是我当时根本我没有想，我说我要演戏什么的，我就当是玩的那样的。所以后来呢，我就一个接一个的英文话剧，因为我没把它当回事儿，所以我比较轻松，所以我进去那个试镜什么的都不当回事儿，结果就一个接一个，第二个那个舞台剧就是演江青年轻的时候，是吗？让你接中国文化，对。所以说就说是后来在芝加哥五年演了好多舞台剧，因为我以前也跳舞嘛，舞蹈也有，后来就又到夏威夷大学那个去上研究生，表演艺术学研究生，在那儿上了三年。这个时候我就好像对他有点就说是 more professional， 就说想演戏了，就是这样。对对对，这个时候已经把你的那个已经吊起来了，那个胃口。对对对。然后有觉得需要再进步学习一下。对。其实那时候有人都问我，他说你已经演了这么多，你还要去上什么学？我觉得我需要，所以我在那个夏威夷大学上三年研究生的时候，我在那时候还教那个一年级，就是 undergrad acting 那时候。哦，你在学的时候还在教，对，同一个学。因为在芝加哥的时候已经在那些acting studio 上过学习过，就是。哎，那个夏威夷，你跑到那么远去上这个表演哦？但是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就是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跟牛津大学合办了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我是其中的第一届学员，第一届的中国学员，就是中国学生40个中国学生，然后每我那是头一届嘛 ，founding year， 美国学生只有23个，就是一个中国学生，一个美国学生坐在一起。那我那个 roommate 是 Heidi， 是美国学生，所以我们当时我来了美国以后，他在夏威夷在上研究生，所以我以为我去可以见到他，可是我去了以后，他正好又毕业了。他回到阿拉斯加去了，所以是有这个原因。然后到了那儿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应该夏威夷嘛，也是那个怎么说呢 ，paradise。对对对。所以是在那儿待了三年。看了一下你的介绍嘛，之前也，我对你是一直都有关注，因为经常都看到你在群里面，然后还有你一些电视啊和电台的报道，所以一开始最早是舞台剧，然后后来就来到洛杉矶这边就而且又是等于说基础特别好，我觉得应该是你，然后就应该是这样的吧。对，应该是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基础还是就说是5、6岁的时候体操队，然后呢参加毛主席宣传队，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就唱歌跳舞表演，当然就是比较很大了，就是你想跟几千人演出，就是朗诵什么，到现在我在学习朗诵，就是想要回到就是更自然的，
然后呢就是来了美国以后参加舞台剧，全是英文舞台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怎么说呢，就说是来了这么长时间只参加过一个中文话剧，就是2009年的时候，一个台湾作家写了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话剧，关于这个，对，关于这个女人一生，就是14岁、30岁、70岁、100岁，4场，那我就演他们当中的70岁跟100岁，我觉得挺过瘾的。就是一个中文，去年的那个 The Joy Club， The Joy Luck Club 那个，那是去年演的，那是对，我以 Joy Luck Club， 说实在的，因为我已经有10几年没有演舞台剧了，因为演话剧舞台剧太辛苦，每天要晚上排练，因为我结婚生了孩子以后，我有10年整个离开。离开了以后呢，回来的时候我还是因为我是家庭第一，还是以家庭第一，然后还有爸爸妈妈，妈妈去世以后，我爸爸现在85了，我要照顾我爸爸，所以我就是我孩子还有我父亲还有我家里头属于第一，然后呢这个演戏啊或者去教书啊都是演戏是为了热爱，那个 passion， 那教书呢是因为你现在在美国，好多人不知道美国的这个就是是演戏的这情况，不像中国你一下那个跟一个公司签了合同，89年他们这个公司里头就有这些项目给你，那这不是，除非你是明星，什么明星有的时候也得去试镜，像我们这些小人物就每天都得试镜，有的时候都拿不到一句话的角色，有的时候几千的演员。对啊，对啊，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我就反正他给我就去，我没有特别认真的把它当成要怎么着，那我就是一个 passion， 所以我10年没演戏，然后等我孩子大了以后，我又回来的时候，我就去给那些学生拍他们的毕业片，一分钱也没有，我就是热爱，就是这样，所以说我那个群也是因为有几个学生想找演员，我给他们开的群。对对对，是这样说中文的演，那就是这样。这边的中国学电影的留学生特别多，然后每年都要交作品嘛，然后毕业作品之类的。毕业作品。你也在里面演过很多。对对对，而且他们都是20几岁嘛，那写的故事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故事，那大部分都是跟妈妈爸爸，所以说我刚一回来那一年的时候就演了好多妈妈的角色，就是那个南加大的呀， UIC UCLA New York Film Academy， 那 Art Center， 就反正是就是演遍了，就是有一年就是特别就是独立片，有一年就是到最后就是我到了7月份的时候，我说我不演了，因为演了一个癌症，就得癌症的，然后又演一家暴的，又演一个妈妈的孩子被暗杀了以后，他又去把这杀人犯抓来，什么，我说我受不了了，我不演了。对呀，后来那个时候还有 NYFA， 就是 New York Film Academy， 还有一个他跟他这女孩跟他的那个producer 来到我住的地方说，阿姨你一定要帮我演，阿姨有你出山。对，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就那个正式就是可能你也知道，就是亮亮，就是赵亮，就是那个是他也有个群嘛。对对对，就是那天我演他的妈妈。 Dance for you。 对对对，其实那个时候我都那一年我真的都不想演，我不能演，太多这种就是挺揪心的那种角色，对对那种，对，对，这个其实华人的故事就是，特别是又很多又是发生在美国的话，那很多都是这种家庭啊，很复杂的一些关系，或者是生活比较艰难啊。我挺佩服的，就是你说啊，你是无所谓的东西，就是好，你说你。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兴趣然后家庭为主，反而
就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你就更加厉害。我经常抱怨啊，我说我家里啊有小孩，弄得就没有时间去，一个就是说被他们都围得团团转，然后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那你要照顾两个小孩，从小你到10多岁了，然后还有对。父母在这边，我就觉得你特别不容易。然后那个演戏这边，虽然你是以家庭为主，但是你的演戏还是演得很好，演得很多。所以谢。我就说，你怎么来处理呢？你怎么就我觉得就是我好，我觉得这一点吧，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吧，就是可能男的跟女的吧，这边也有关系。像我的这个先生就是，就是说我只能做一件事，你不能，我做了这个就不能做那个。对但啊，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就说给你找理由，能给你找理由，就说是女的可能就是可以 multitasking，就是可以就说是多方面的。可能男的呢，有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家先你说的很对，我老婆也是这么说我，她说你就不能同时考虑一下什么什么吗？就是或者就意思就是说你要兼顾一下几件事情啊。我说我反正就是真的我几件事情同时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混乱，对，也我不是家说先专生，注，就是反正不知道真的是不是你也发现这个男跟女的这种思我维可的能是模这么式认啊。为的，我也有几个朋友，确实是就说是我们都可以就说是 multitasking，那他就是说话就做事情，我有的时候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边跟他说话，我边就说叠一些什么东西，他还说你不是不注意我，你得看着我眼睛说话。他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更是好像是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就是有些人可以 multitasking，就是说同时做几件事，有些人呢就不行，就只能就是注重一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就说是如果我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说把每一件事都做得特别好。如果我要是没有家庭，没有我孩子，没有。就这么说，我要是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演戏，我想我现在可能也会在一个电视剧里头已经演了多少？因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在芝加哥的时候是有那种就是来找人的，那时候年轻啊，我都记住他们都说让我那时候在芝加哥都让我来洛杉矶的，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有，因为我确实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因为我没有说，那我是上了研究生以后，那个时候来了这儿拍的第一个，刚拍的有一个就在 USC 的那个，student film，就是当时跟一个那个女孩是从以前是演甘师三妹的那个主角，也来了美国，她在其中演主角，我在旁边是配角。当时我们就聊起来了，我就说 我演了什么什么，然后我在夏威夷大学拿了表演艺术学硕士学位。他就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应该回国内发展去啊。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说我不能回去，我把爸爸妈妈也接过来，我还有2个儿子。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叫张璐，他当时是骂我，他说你一点事业心都没有。对于我来说呢，我就觉得那个不是事业不事业了，我觉得家庭和睦啊，那个我既然生了2个孩子，我就要100%、200%对他们负责，所以这点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而且我来了美国，自己变成公民以后，我把我爸爸妈妈移过来，我弟弟全家，我妹妹全家，我妹妹的儿子儿媳全部移到美国来。你太全厉是我自己20年的时间，全是我自己，也没全部是自己填的表啊，因为我是英文专业毕业，所以就是填表交钱等，就这样。爸爸妈妈可能2年就过来了，然后我弟弟等了12年，妹妹是6年，所以说那妹妹的儿子，因为他们是先结了婚，所以6个月就过来了，就是家庭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在夏威夷的3年，学了6个月的京剧，演《四郎探母》里头的铁镜公主，
然后呢，半个月的那个印度尼西亚的那个巴厘岛的那个舞蹈，也是在里面我演的主角。然后呢，又学日本的那个 Buto， 就是那个 Kabuki， 我都是没上，但是那 Buto 就是像那个，就是死人那种的，怎么解释呢？对，舞蹈是吧？一种舞蹈。对对。嗯对，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解释。然后剩下别的剧也演，就说是基本上就是那三年就是边教书边上研究生，然后儿童剧也演，就是所以说就说是，然后呢，虽然我来了那个加州的时候头两年刚试了一下，然后呢我就结婚生孩子就离开了，嗯。等到孩子大了一点以后，我回来的时候，一回来头一年吧，回来，刚回来几个月，因为我在芝加哥演戏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工会了，演员工会是如果你那个你可以自动就说是 inactive， 就是你不交钱，但是你的工会你是加入就永远加入了，嗯，但是你不交钱就证明你就说是 inactive， 你没有动作，所以我没演戏就没有，那我。孩子大了一点，我准备回来的时候，我一交钱，我的那个演员工会的那个就又开始活动起来，就 active， 所以我马上就找到经纪人。我当时第一个那个电视剧的那个 co-star， 就是跟那个 LL Cool J，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是如果跟美国人说 LL Cool J，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当时就拿到一个 co-star 的角色，我的经纪人都觉得特别就有点奇怪，有的时候好多试镜好多次，或者是怎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太把他当回事，我就他告诉我什么，我看一下 script， 我看一下那个，尤其一两句两三句的话，我就直接就用我的感觉我就去试镜了。后来我才听到我那些朋友啊什么说。又要做 research， 要去看这个电视剧。我有几个我都不知道电视剧是什么，我就去试镜，而且我就拿到角色。后来我的朋友就说，他说是就有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是他试了七年了，一个就是一句话的跟这个好莱坞的电视剧电影都没有拿到。当时我就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其实吧。也不是说我没把他当回事，就是我以前的基础还是帮了忙了。对，就说是我拿到这个剧本以后，我可以就是马上进入角色。我没有，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去那个做 research， 也去 study， 反而去了那儿以后特别紧张，因为我觉得哎呀，我这么努力，我这么想要这个角色，所以这是自然的本色的出演，还反而就更加那个。对我也有一些了解啊，那个就说你要大多试，但是呢又不要太去在意，特别是你试完了之后，你就根本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对对，反正你的好消息就跟着来。对，而且你真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演技，尤其是像刚才我又录了一个，就是我刚才在那个 pose 那个就是那个护士的一个一句话。就一句话，你怎么演？说实在的，我录了半天，我都不知道选哪个那个往上交。我把我录的交给我那经纪人，我说你选吧，你看哪个能上交。所以说就是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而且就说是昨天前天还有一个朋友是那个他在国内其实也演过一些不错的，然后呢。还跟赵丽颖演过配，跟赵丽颖配角。那他回来以后呢，就也一直在试镜，可是就说是就是选不中。昨天他还跟我在说这个问题，我说是其实吧，就说是不是因为你演技不好，就说是还有一个就说是可能你的角色还没到，还有这个好莱坞这个东西就是。A crazy business， 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所以说就是说是，而且呢，你总有一个 breakthrough。像我的 breakthrough 就是那个 VIP， 就
就是副总统，就是演那个中国主席的翻译的那个。其实那个我也什么也不知道，头一天我进去人给我发了那个试镜的12页，我第二天早晨就试镜，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把我先生抓住让他给我辅导我英文2个小时，然后中文我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本身角色是翻译嘛，那我就以本色直接去了，所以上午去试镜都没有 callback 是第二次试镜了，上午去试镜，下午就 book 的 job， 就拿到这个角色了。那这个呢就属于是我的 breakthrough， 但是我拿到这个的时候之前我已经拿到2个角色，就是所以说那这个以后就还是希望能更多吧，但是你知道就说是美国好莱坞现在就说是像我这个年龄段还有那个亚洲人的角色还是不是特别多，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吧，而且竞争太强烈了，就像我有的时候有几次都是跟他们已经就说是在这个圈子里头待了30多年，然后有几次是跟陈冲啊白灵啊他们这些人，那人家是一直啊从国内就是这样的，然后那我是中间还就是没演10年，根本就其实我那时候都不想那个就是说再回来了，但是就是还是很高兴有这机会回来，有这个热情，因为你喜欢，我觉得你喜爱他，然后你的位置又摆得对，家庭第一，然后这个是反正有好的角色，有人看上我，导演喜欢我，我就一定是能给他演好，所以对对是这样的，就反而你就更加顺利，就不会很烦，就我觉得就是说像有了家庭之后吧，或者说是特别是在美国有了家庭之后，可能这种心态会更容易的就是处理好，就是说不会太着急，因为你一个是不像年轻的时候啊，你特别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就特别着急，然后你现在家庭有了，那家庭你肯定不能丢掉啊，那你的热情你的热爱的东西也还是想要去玩想要去演，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就不会说哦，我一定要这个角色我一定要，那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你一定要的时候你家里还反正你还走不开呢，所以就顺其自然，对，那这样的话就我觉得我也受到这些启发，就因为我也是从小就热爱就是电影这方面，对，但是呢一直就我就从来就没有受过训练，然后也只是说后来我慢慢就是想要哎，通过制作方面去介入，然后去了解，然后慢慢去看看能参与多少就参与多少。对对，我就是这样。对，其实一个人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像我其实芝加哥的时候，我也导演过，我也导过，我也写过，我自己还有一个独幕话剧。对，我自己写自己演。我一个朋友，他导的，对，我们还拿到 grants， 还那个就是拿到奖，然后其实在夏威夷的洛杉矶演了可能有1年的状况下，那来了这以后也有人说你为什么你可以导演啊，你都，但是我就一都没有，就没去什么 produce 呀、啊，就是制片呀、啊、导演啊什么，基本上就说是这些。因为都是需要时间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全面手，他又能演又能导又能那个监制，还自己现在还在写，但是呢但是他呢就是因为他不像我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精力是有，所以我就是要演戏嘛，我就一心一意演戏，所以我就在演，然后呢你不是刚才问我就是怎么顾全的话，其实前段时间我先生说要不我们弄一个 YouTube， 他说 You're so funny， 其实我没觉得我怎么 funny， 可是呢到最后我看到我在好莱坞的这些主要的这些片子全是 funny， 全是那个喜剧 Arrest Development，
然后呢 gentrified， 然后刚才那个 gentrified 可能是 drama，嗯，然后呢那个 good trouble 我也是属于有一点喜剧性的，就是结果我一看我说哎怎么就是他们不是让你自己看你会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说我肯定是演妈妈了，就是虽然说那个 Veep 我并不是演的妈妈，我是演的 translator 翻译，就是工作人员，但是基本上就是已经定型了，就是演妈妈了。嗯，尤其是给那些学生的毕业片，就是现在我基本上不演那个学生片了，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特别有意思的，我还是会去。其实就是去年吧，2019年有几个片子都是演老人痴呆啊什么，我还觉得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所以说慢慢来吧。所以那个在好莱坞演的是喜剧多，然后喜剧比较多，对，学生的片子短片的话就是这种悲剧的可能还。哦，对，哎呀，真的。那祝你新年快乐。也祝你新年快乐。谢谢，新的一年希望你拿到更多角色，然后就实现更加快的实现你的愿望，然后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好莱坞这边，然后你的诗啊，你的写作啊，也是家庭啊，希望如此吧。我觉得人的一生嘛，就是应该有不断的要有新的目标，这样活得才有意思。